这段时间好久没回家了，今天看到好多人扒蒜，我也去扒点蒜。哎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扒到蒜。刚才看到好多人啊，被他们扒完了吧？哎，找一个偏一点的地方，还是回家好。回家可以扒蒜。哎，这水不错。哇，这个笋大哥，哇，看烤大哥，哦，哎，拔笋真的蛮有意思。今天来的有点晚，加上今天好多朋友都在拔笋啊，今天拔了这么点，还好啊，只要开心就好，下次多拔点。
还给妈妈吧，上个不都没得，没得电话，没得电话，没得电话。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。没有手机，没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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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手机，没